申哥想问的就是，比如说在游戏上那么优秀，你看还拿过世界冠军，简直是，那你为什么来参赛呢？是电竞世界冠军。对，电竞世界的冠军。嗯，因为就是达到一个就是成就，然后那段时间有点迷茫，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干嘛。对，然后就是刚好看到，哎，老板，要不要去那个学习一下？我说，然后我当时就在考虑，因为我当时在想，我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就过去搞笑的嘛。然后想了想，因为毕竟自己还是挺喜欢唱歌的，所以就想来试一试。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激励，就是我们的选手在不同的行业如此优秀，然后他还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舞台，所以谢谢你诺言，我也替在座的这些兄弟们谢谢你。没有了，谢谢你们。